我手机还讲还没抓他这样。比较大声。
希望他能有机会的。我没有说死的，都是在正常做。站了八秒还可以等吗？超级。先标一下啊，标也没加，他们还没加，就是差一点。他摆着知道我来台北了，来一百六十五。哪家公司？哎，一样的。这刚刚他知道。差不多。比较大，比较方便啊。根本动不了，根本。谢谢。今年最夸张，以前还没这么塞。那你们去从后面逛吗？今年还是冬季，要慢慢去。再塞的。他说那个风筝班啊，分散面在那里啊，分散面在那里。Thank you.
你要走进那个洞口还是什么？你要走九层的，不会的啊。Thank you.
怪的。有那鱼片吗？有啊，看看看，跟价格优惠啊，看看怎么样。老板。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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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全部。